王栎鑫的新恋情曝光喽！近日，有媒体拍到王栎鑫和一女生在路边等车，女生在打开饮料盖子时，汽水喷出，弄脏了衣服。王栎鑫见状，立即拿纸巾帮她擦拭。不难看出王栎鑫对该女生的用心。王栎鑫与前妻吴雅婷的婚姻也是令不少人唏嘘。两人于2015年结婚，婚后有一对可爱的儿女，日常也是经常撒糖秀甜蜜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对恩爱的夫妻也走到了尽头，的确是让人感到意难平。离婚后的吴雅婷也曾在节目中连线前夫王栎鑫，大方地表达了自己态度，生动诠释了拿得起放得下。两人虽然没有过多的交谈，可不难看出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。不愧是物是人非呀！现如今王栎鑫又被媒体爆出新恋情，两人或许真的再无复合的可能。不管怎样，都希望两人以后各自幸福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